对准了。这宅院距离陈安伯府只有一墙之隔，就属他看得最清楚。嘿嘿嘿嘿，这全大爷最新奇的烟花都被我给买过来了，慢慢看吧，慢慢看吧。公子，你看，肯定是那个班湘君在胡闹了。哎，人都已经跑到隔壁来了。笑容就像记忆中那幅画，摘下一朵永不凋谢的花，送给梦里遇见的他。当初见的风华，笑，时间会回答，去岁月的他，爱着他，翩翩起舞的裙纱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公子，要不要把他们都赶走啊？想时间会回答，是岁月的他，爱着他，陪你看四季繁华，风中唱花，给一生牵挂。一世只愿陪你看四季繁华，风中唱花。他真这么说的？可不，我连那陈安伯府门都没进去，就被那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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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侍卫给赶出来了。这么嚣张，你都不知道。想不到龙虾竟然这么难搞，眼睛都长到天上去了。不行，还得想想新招。张华在什么？哎呀，气死我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刚刚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小姐，哎，姐，没事早点回屋，已经亥时了，别影响我睡养颜觉。哦，这回你可得好好夸夸我了。带我去玉雀又赢了哪家少爷呀？才不是这般无聊事呢，我可是用了珍贵的宝贝换来一个惊天大秘密。这才月中，丽英又用完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还是用这种旧眼光看我呢？哎，我可是打听到了，荣霞这个人没什么爱好，平日最爱的消遣就是滑冰，坚持18载未曾中断，简直是无冰不欢。你说真的啊？